曙光乐团。Thank you.
第一首歌它叫做 Turn Life， 那这是我自己的创作歌啦。那这首歌曲的话，主要是在描写说，就是我觉得人们呢，每天都是一直在忙，就是可能大人就要工作，熬夜工作啊，应酬要干嘛干嘛的，学生就是一直在念书，那就是会觉得，即使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跑，一直在运作的，那也会希望说，就是大家也要停下来喘息一下。虽然说歌曲好像没有要停下来喘息的意思，对，就刚好看到舞者。很嗨耶，是很爽。其实蛮欢迎，就是如果现场有一些那个就是跳舞的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到前面一起来那个舞动你们的身体，就是不用真的都坐在台下这样，太乖了啦，因为都已经到下就是最后两个 set 了，对，所以就欢迎大家站起来一起跳一下舞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带来下一首歌曲，它叫做《神后》。那这一首歌曲呢，它是一个现在音乐界蛮当红的一个吉他手，他叫做 Corey Wong。大家有听过这个人吗？有耶、yeah, 有，对啊对好。那他除了是一个吉他手之外，他也是一个制作人的音乐人嘛。那会开始关注他的原因，妹妹要来跳舞吗？啊，会开始关注他的原因是，就刚好跟朋友聊到说，就是最近在写歌，然后风格的方面就是跟 funk 啊、牛首这种比较有关联性，那他就推荐了我这个人。那就开始就看了他的一些 YouTube 的一些影片之后，发现说哇，他就是很用心的在经营他的网络的品牌。那到后来就是虽然说他是先自己一个人先起家，然后开始找人合作，然后到后来到现在他有一个自己的就是工作团队，那包括有就是六个管乐手的一个 brass section， 然后跟他自己的就是非常强大的节奏组这样子。那好，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Sam Ho》。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能量蛮巨大，我觉得它是蛮大的一首歌啦。那等一下会有我们 keyboard 手的 solo， 所以等一下等大家弹完的时候给他一个掌声，耶、yeah ！带来这一首《Sam Ho》。Thank you.
Melody。鼓 solo， 米奇。好，好，下一首歌要回到我自己的创作歌曲了。那嗨完两首歌后，让我们带起平静的心情来迎接下一首歌曲，这样。那下一首歌曲呢？它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因为我的本名叫做何雅萤，我的萤是萤火虫的萤，那就是对，这首歌叫萤火虫。好，那就是当初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说写歌是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很大的蛮好的一个机会啦。那也是因为透过写歌，那找到自己蛮多不一样的面向。好，那因为以前我自己的名字很常被写成玉部的萤，所以就是很逗多的，所以某一个层面就是写了这首歌让大家知道说，哦，我的萤就是萤火虫的萤这样。那另外一首歌，另外一个意思啦，就是我之前有看了一个故事，它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光点，那这个光点呢，其实就是都是能量的意思。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在体验生活的经验这样。那就很像我们台上的七位团员，那不同的光点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就会非常的巨大。那也希望说，就是大家，不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态，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是把它当作是你的一个历练吗 ？Maybe 是历练，或者是就是凡事就是会过的，所以不用太执着于某一个状态下。那我最近有看了一本书啊，它叫做庄子的那本书叫什么？是我们那个萨斯风手推荐我看的，那个叫什么书？蔡碧明的庄子，从心什么什么什么的，从心是那个心理的心啦，心脏的心这样。然后里面就会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对于黑暗会有蛮大的恐惧，或者是遇到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的时候，就都会由心产生出恐惧来。现在帮我伴奏吗？好棒啊！那庄子说，就是明由心生，不必在意过多黑暗里的黑，不必一直逃避，就是想要逃避或者是驱赶，可以试着重新开始，然后静心下来，安定自己的心，让我们用放松的心来听这首《萤火虫》。谢谢大家。Thank you.
旋律蛮好记的啦，对，就是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好像可以谱一下词，但我好像不大会写词。对对，如果有朋友有兴趣，也可以帮我们的这一首歌加一下词，然后可以试试看，唱唱看吧。好，再来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Chill Hip Hop》。那想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曙光乐团刚开始创团，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除了爵士音乐，就是爵士音乐，大家就是都会有，就是否每一个乐器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主旋律，但是在这样的风格里面，在台湾其实蛮少见的，是吧？对，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在台湾，那其实在国外的话，其实有蛮多团队的，像对，就是在美国啊，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样，那。写这首歌就是想说，可以试试看写一个比较 new soul， 但是又还蛮 chill 的歌曲吧，然后可以用长号的方式来诠释它。对，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那个 keyboard 手，我就说，那个我好像有一点 idea， 你要不要帮我就是加一点 keyboard 的内容进来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在那边生这首歌曲这样子。
然后这首歌也是生了好一阵子，生了一两个月吧，然后慢慢的就A 段，然后 B 段，然后到现在就是有这样的编制的状态出现这样。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内容东西比较蛮不复杂的，就是一开始会由我开始带入旋律，那管乐手会开始有和声跟副旋律的东西进来，那管那个节奏组的部分呢，他们就是会慢慢的对点，让这首的情绪会越来越丰富这样子，那非常适合。好，这好像是我原本的稿，我说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可是好像少了一点风，觉得需要来一点风，蛮热的。那如果台下人那个啤酒，全家就在旁边，欢迎进去 Seller 买一下啤酒喝一下，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喝一点小酒，然后听这首歌的吧，带给大家这首 Chill Hip Hop。Thank you.
先生有快递吗？有吗？还知道怎么唱吗？有人摇头，认真。好，那你们知道他是哪里的儿歌吗？美国。你好厉害，果然有来听过我们的表演。好，我之前啦，因为一直以为那个王老先生有快递是台湾的儿歌，因为小时候就都是听过这样，然后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他是美国的儿歌这样。那为什么要提到这首歌曲，是因为我自己本人除了在表演之外，那另外一个工作室就是在学校的乐团当老师，就是教小朋友吹乐器这样。那就是长时间都在学校里面，那小朋友其实就是很童真啦，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在想说，欸，如果说我把一些儿歌跟生活的东西做一个结合，不知道会变成是什么样子。那因为儿歌的风格就是比较是大家可能有听过的那样子的，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感觉，那我就会想说，欸，如果做的是像这种比较 funk 或者是 new soul 这种风格，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好，那所以说我就稍微把他的名字做了一点调整，变成了老王先生有快递。那某一天的早上，我的家门铃就响了，他就是叮咚叮咚，然后这两个音就是声发跟 ray， 就非常非常的刚好。然后我就把它写到我的歌曲里面，所以我的 A 段的旋律就是会有用这两个音符，然后做了一个旋律的一个变化这样。那在我的副歌的部分，就会有一个王老先生，对，王老先生的旋律的一个那个 melody 的感觉，大家可以听听看有没有这样的那个的旋律啦，就听听看，听听看。好，那我们团里面刚好有一个老王，他的绰号叫老王，所以我们就耶，就我们的吉他手，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会透过我们的老王先生，带着我们前往快递去领快递了这样，然后来带这首歌《老王先生有快递》。
Thank you.
刚秀，那就是想要稍微介绍一下 Corey Wong 这位音乐家。那他的作品里面，就是受到他的祖母的影响还蛮深的。那因为他的祖母是亚裔人，就在国外，外国人其实要听到 Wong 这个字，其实蛮少见的啦。对，所以就是通常会有不同的那个。那他的祖母所听的音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五声音阶的双音啊，或者是和声的句子在里面。所以在 Corey Wong 他自己的创作歌曲里面，其实还蛮常会有这样的句型，就是掺杂在他的歌曲里面。那这首歌曲的节奏其实速度也不大快，那也是一个还蛮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那可以听听看我们怎么样诠释这首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有。吉他 solo， 加线索，来，现在加一下，即兴吧，来，这样，然后等下就是前面的大家会稍微 solo， 就会 solo 一下，然后听一下我们怎么诠释这一首钢琴，谢谢大家。
Thank you.
爽的。好 ，OK， 那带来最后一首歌之前，要先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就是介绍一下团员。虽然说刚刚的 solo 都有稍微介绍到的。好，那我们从我的最右边，我们的 keyboard 手 ，keyboard 手王心莲 ，melody。Melody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 metal 团的 vocal， 今天算是他的就是来到音乐节的初体验，对，大家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耶、yeah ！他之前是真的练到就是手就是骨折，然后还是就休息来继续练，然后我觉得对他的精神非常的是很一个很厉害的。好，下一个是吉他手王义中。老王先生，好，那我先介绍后面的啊，鼓手陈光奇，他是我们最，也不能说最辛苦，就是真的是看到大家都汗流浃背的这样逛。好，下一位是我们的贝斯手吴秉和，好。那我要介绍我们的管乐组了。那我的左边的这位是萨克斯风廖庄婷小姐。好，这个是我们那个里面年纪最小的，真的是年纪最小的。你现在是23，好小。好，小号手何振荣。好，那我是何雅莹 Amy Her， 谢谢大家。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上脸书，就是粉专可以搜寻我们叫做曙光乐团。那我一开始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有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名字是宗教团体吗？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也太难。但我真的不是什么宗教团体啊，对，就是曙光乐团啊，就希望是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爱的一个乐团这样子。好，那就是 IG 的话可以就是搜寻 Amy 小写 MMY 然后底线 Silver SILVER 底线然后 LINING，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那之后就是会有一些陆续的表演或者是一些影片啊，那我们都会有就是陆陆续续啊会开始做一些就是乐团的介绍，就不是只有我们乐团，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喜欢的乐团的就是音乐啊，或者是乐团他们自己属性的东西，就是去了解后分享给就是大家这样子。那可以关注我们，就可以搜寻到更多相关的资讯。那像刚刚我就是有介绍到的 Korean 的东西，其实我都就是在前两周的时候我就有陆续做了相关的那叫什么，就是 po 文啊，就介绍了他的歌曲，还有他的自己网络的一些就是 support 他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好，那带来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很快哦，飞快哦，它叫做 Cosmic Sense， 那我查的中文它叫做宇宙啦，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老王先生带我们飞往宇宙，来到下等一下的下一位团队是巴西团，很嗨哦，准备啦，坐好啦，好，下一首歌 Cosmic Sense， 谢谢大家。
漂亮，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件很 crazy 的事情，所有人请起立上舞台，我们来个大拍照，对不起，大合照，来，慢慢的走上来哦，我们要跟曙光乐团一起做合照，想要合照的人来上来，然后。